前言：音律无情一书，上官玉华师兄花尽精神心血撰写，上中下三界合力，天地鬼神寄予厚望，挽世道，正人心，继前代玉律宝钞后，为冥府又以重要著作。现在人心变坏，道德沦丧，故而并将地狱及阴界真实情况公布，即此救回善根还未完全泯灭的有缘人。冥府今次特别恩赐，正因地藏菩萨的旨意，凡地狱中所见所闻都可公布阳间，大开特例，在本年完成此书出本，即以消弭人间浩劫。凡拥护音律者，天堂超生，地狱除名，以此救世功德回向求生西方极乐净土，连增上品。凡我三宝弟子定必拥护遵行，一人得法，九玄七祖尽可超生，离苦得乐，上报四恩，下济三友，莫过推行思典。音律无情自序。阿弥陀佛，大众好，愿世界和平，兵戈止息，愿虚空法界一切有情开心快乐平静安详，愿法界一切有情解脱生死，出离三界，离苦得乐。愿法界一切有情听闻正法，手持清净戒律。愿我们的地球妈妈磁场早日恢复结出时的平衡和谐。愿所有有缘见到此文的有情众生能辗转相告身边亲友，珍惜过往持守五戒而得来的宝贵人身，好好修行，利用此暇满人身来继续手持清净戒律，提升我们内在的自信光明，早日得到解脱彼岸，让我们的灵性步向光明。若所有有情都灵性光明，将带给宇宙大自然一种自然的平衡，我们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大共业天灾。所以可以说，为了整个大宇宙，需要先做好自己。自己就是一个小宇宙，小宇宙通大宇宙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大家无分彼此，一切都息息相关的。别以为做一件很隐私的事无人知晓，一念善恶就连接直通阴司地府善恶记录册帛之上。佛菩萨慈悲，见当今世道没落，因科技发达带给世人丰富的物质，人心思想便开始急剧变坏。现代人都不信因果，认为这是古老思想不合潮流，连小孩子都已不像从前杰出时人性的纯良，更何况大人。殊不知是因为失去了古时候的优良孔孟传统四书五经的教育，现代人都精神生活开放，好像那大型商场售卖的衣服，如背心吊带，在今日都视为正常，
古时候如果女性这样穿是根本不可能的。现在成人商店随处可见，各大报摊的报纸内容及杂志封面几乎全是三点式低胸的衣着，小孩子每天必定看见，想不学坏都很难。佛菩萨发觉世间已经严重缺乏灵性的教育，担忧众生灵性没落，灾难定将不断相继而来。世间虽有善心人士，还是会不断地发放一些挽救世道的信息及文章出来，但众生如不弃恶从善，手中必定要堕入地狱，受尽种种酷刑，无有出离日。天地慈悲，见众多大地狱已经非常爆满，还需继续加建。特别是邪淫地狱，有很多低年龄的孩子在受苦，皆因他们严重缺乏良好的思想及因果教育，实乃人间众生之一大悲痛。故此天地特别请示佛，请佛安排一位合适的阳间弟子，要守清净戒律的，必须在清醒状态下去地狱参观，之后再返回人间，写出一本书籍，将地狱之情形详细记录，告知阳间众生，名为音律无情。此书在每次参观地狱之后，以比较浅显的文字写出，而且每次写完都要经过修改，看过合乎真实情况才可登出。有时为了写好一篇报告，阿玉就要往返地狱多次以核实内容，所以跟以前阳间流行的伏击或附体上身所写的善书，又或是人在做梦时所说出的灵异经历完全不一样。天地希望此次破天荒让我上官玉华将地狱情形公诸于世，能警惕世人修心养性，从此不再犯戒犯罪，必定可大大降低受终入地狱受刑之机会。若能辗转相告这些地狱实相，使更多世人醒悟过来，改邪向正，勤加行善积福，或能免去之前所造地狱恶因之报，转生福地，或得女转男身。当然详细情形需要佛菩萨及因果来做具体定论。在每个生命的个体中，一定会有步向光明的台阶，留给真心忏悔的有情众生稳步踏上，让众生明白种善因得善果，种恶因受恶报，因果报应如影随形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前些时候佛开示阿玉，叫阿玉去参观地狱之后回来写文章，让大众明白因果，手持清净戒律，未守戒的好好守戒，已守戒的需要更上一层楼，不断提升自己，来多做利益大众的事。阿玉是个皈依三宝、受持五戒的佛弟子，很荣幸佛慈悲给阿玉尝试去做这份工作。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说，若非威神急需业力，其实如果没有佛力加倍，
阿玉根本还不够福德智慧去承担这一神圣的任务，但我会很珍惜，会竭尽全力去完成佛的慈悲安排。有一句话叫做弘法的是菩萨，护法的是佛。其实所有的一切功德都是来源于佛，佛在背后做了很多很多的安排及加持，只是我们大家不知不觉而已。所以大众要努力守戒，报佛恩，报师恩。